아형 이거 양평한테도 강관이 신진 우범 강관에게도 고형 내로 라우드 괴기에 가보 지시 신진 외고 자유도 모르 생활 좋아요 커 시간 应该 좋아요 또对着 생명에 가보 找出着 괴기에 점점 나시 호화 남들 타향의 홍호 짚어 까지 떼어 기타의 와 최대 주로 뒤 감정 가고 니구이 니 시과 이생의 자고 나시 호와 최대 주로 니의 거과 날 보 남들 타향의 홍호 짚어 짚어 까지 떼어 기타의 호와 최대 주로 뒤 감정 가고 니구이 니 시과 이생의 자고 하츄 胖子兄 你哈啾的声音那么大声 是否会发生什么大事啊 你不要管什么大事小事，睡你的觉。你不告诉我，我会胡思乱想，睡不着啦。你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吗？胖子兄，你快点告诉我啦！哎，世间事十之八九难以如愿呢。 紧起来！是什么代志啊？你给我跑避开，紧起来！啊，先怎啦？我袂赴，我想在这里改邪，紧起来，紧啦！你哦吼，紧啦！紧起来，紧起来！哎呦，你是我看到遐创啥啦？紧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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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紧起来！是安怎啦？我袂管你啥代志，拢袂使出来听无？好啦。 你知影阮吼，也下毒，你怎样歪搞讲？是怎样去害来的？你手毒，这是足凶的。又不得叶科长，请你原谅伊啦。不会的啦，伊三番两次甲咱害，我袂当原谅伊。阿英，你听我讲，迄拢是因为银行伊爱你，你并无爱伊，伊是因为伊爱袂着你，所以才变一个人。 以前我是一个精神病，查甫囡仔。袂即马中毒啊？要安怎嘞？我袂要紧啊，你毋免烦恼我。因为我事先有准备，我先用功，把迄个封起来，所以银行的毒并无伤害着我。你阿云峰是姊妹，伊的手段遐尔浓毒，啊你却遐尔善良。布袋师傅讲，你是千年的妖精。我。
我就算讲是真实的，我是替你的妖精。不爱，我不爱你承认，你是妖精。是真实的，我真正是妖精。我讲你不是，你就不是啦。是不是讲我是妖精，你都不会再爱我？我你是妖精好，你是神也好，我拢永远爱你。真心，是真心，我永远。永远拢爱你，我嘛爱你，我嘛爱你，我不会害你，你相信我，我不会害你。阿弥陀，你来了。布袋和尚，我不是来求你的，我要告诉你。别以为你收了我的元神，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是不会受你控制的。你可以不受我的控制，你应该自己控制你自己，任何人也控制不了你呀。不要跟我说那些废话，我要让你看看我的厉害。谁叫你控制我的元神不放？千万不要一错再错，否则你将越来越没有希望。趁早回头吧。你为什么不学学你姐姐呢？我姐姐，哼，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你这个胖和尚，只会对别人说教，自己都大难临头了，你还不怕？冷静观人，理智处事，谨言慎行，心安理得。胖和尚，命都快没了，你还说那些有什么用？不，一切言行举止都要三思，三思。怎么思都没有用啊！那些话留着到阴曹地府说给那些冤魂听吧。胖师兄，你没事吧？胖师兄，胖师兄，我没事儿。奇怪，胖师兄，他白天来的时候还很谦虚卑微，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怎么才没多久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啦？他本来就是个妖孽，只是有个人的形体。根本不是真的人，所以比较难驯服了。既然是妖孽，胖师兄，你为什么不直接消灭他，免得他危害天下苍生？妖孽也有潜心苦修得道升天的，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我们绝对不能绝他的后路。你真是够不容易，我不是凊彩讲讲，你也不能一直迷我。三天三本经，你一定爱看。师父啊，是安怎？你一定爱送我佛经呢？你是读册人，你一定看吧。好得塞，你买个差不多嘞。那又不是你，我安怎？我让你拍无心，你怎唔敢管你叫？你奇怪嘞！我死目睭头一摆看到像你这款人，人都无爱去出街吃菜，啊！你安尼面死面活工地，刷了摕一罐纸糖看，还要怪人去做徒弟？嘿，你小个未计较嘞！你的面皮都比个城壁还较厚嘞！阿弥陀，我不过是送几本书互伊看尔。哎呦，免客气啦，免客气啦！啊，我哪样要看书，就靠你送哦。等你嘛好啊，哎，看啥啦？看啥？对。阿姐啊，安怎啦？我提灯去帮看啦。你个看骨头壳就歹去啦。哎，不会使，我你讲哦，我好就知讲是无搞啦，就安家一个啦。哎，今摆收一个客仔囝，搁一个客仔婿，我只五万讲食啦，我互因饲着。哦，啊，你伫暗道
把我抓住我尾，把我收去做徒弟。哎，啊，这些我要叫谁搞起啊？你要搞起啊？阿弥，好啊好啊，别回来别回来，我干啥啦？你想看，你有这两个虽然阿肥遐古锥，一日也搁未满足，哦，你里面先去贪心啊？阿弥陀。阿肥啊，你要请我饭碗？真的？你算命无？阿弟，我甲你算免费。恁安尼平平出家做和尚，伊啊你得较自卑。伊啊，迄个鸡阿肥啊吼，恁免看了就气惨啦。真的，卖生气。无得卡，阿英真正有佛门无缘啊。看啥？无啦，我咧看佛经啊。看佛经？啊，你这本书是倒位来？是报的书，硬塞给我的，叫我另外收起。伊是不是惊你花袂起，所以要劝你出家？不是啦，我哪会相信伊的话？我跟他是好奇而已，主题提回来了，我就往那边看。啊，叫你两个吃饭，啊，拢有叮当，是在创啥？阿英啊，吃饭啊！啊，是姐夫啊，恁两个先去吃啦，我要看一下，恁们再吃哦。哦，阿英啊，不是讲我十年啦，啊，恁哦，这几天哦，看不清哦，看到伤过热啦，含吃饭嘛，无想要吃。无你是真正要做和尚哦？他出家做和尚嘛袂歹啊！哎呦，阿姊啊，我无破病啦！啊，你无破病，讲这款话。人报的书嘛讲我甲佛祖照应的啦，遮个册嘛是送我呀。我看了后是感觉出家做和尚嘛袂歹啊。阿亮诶，啊，要安怎？嗯。啊，这报地书嘛咧奇怪，啊，咱啊用的甲因某是新行罗身体骨质不分的，啊，特别怪去食菜做和尚，啊，那安尼无意思，我去，我来甲理论。阿弥陀佛，师傅啊，我是足尊敬你啦，但是哦，你唔好叫阮阿英去出家做和尚啦，你想哦，阮某因后头哦，阿英的是单传的唐僧丸的，啊，你叫伊去做和尚，按着抓妖术啊。哎呦，卖笑啦，师傅！阿英甲金凤，因这对翁仔某安尼心疼罗心地，个安尼感情遐尼好。啊，你叫阿英即晚来去出家，啊叫金凤免咯，唔着酒换馆。哎呦，人讲劝和无劝离啦，拜托个啦，唔好拍破人个姻缘啦。阿弥陀佛，平生唔捌收人做个徒弟，将来嘛无鼓励任何人出家。阿弟啊，哎呀，这，阿弟来找我，有什么代志哟？阿弟啊，你听阿英算看麦，看伊真是敢会出家吃菜？哎呦，迄个哪能够算啊？凊彩想咧嘛知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讲，做你放心啦。阿英这囡仔哦，巧巧啊，伊绝对袂放上我这水啊那仙女的查某囝咧啦。啊，有啊，有啊。你先讲啦，牛你先讲，哎、欸，我就无客气讲了啊，请。我的意思是讲哦，枝头叫你代替阿英啊去出家啦。哈，吓、啊，阿花店哦，枝数啊，即摆已经有信啊咧，啊恁枝家哦，就免烦恼讲以后无后事啊啦。啊，你若代替阿英啊去出家吼、哦，嘿嘿，安尼比较较无影响啦。啊，甲阿英啊留咧，金凤啊哦，就会伤心啊咧，对不对？阿六个呀，啊你叫两个去做和尚，啊都唔惊我伤心嘛？哦，啊！你这什么好办法？未通未通啦！石头哥，喂，啊！你是什么好办法啦、啊？我这好办法，都跟你的办法颠倒变。你替阿英去做和尚啊？免下啦！啊，但你也无某无教啊！你若去做和尚，无某替你烦恼啊！无某替我烦恼，要唔过我家己都会伤心的。无要紧啦，阮再较直去给你看。石头哥啊，卖安尼啦！啊，你都若要搞石头路，你就坦白讲。当我袂怨叹啊啦，阿母哦，你唔通叫我出家做和尚啦，好无？哎呀，乌白来乌白来呀、啊，你这都唔是好办法啦。
啊，无是要安怎啦？你安怎？若要做动吼，阿英啊，莫去做回心吼。唯一的办法就是讲，金毛有心。嗯，有通。哎，什么有通啊？爷、欸，你等来了。阿姐来来讲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恁某金毛啊，已经有心啊嘞。哈？真正的哦？哎，那无甲我讲啊。哎呦，啊，这查某人的代志，唔那好意思甲你讲。对。你等啊，我有代志要问你啊。无啦，阿姊先讲啦。你听我的啦。哎呦，牛阿姊先讲啦。阿姊啊，哎，拄啊讲这天大地大的代志，我先问啦。啊，你先问。金毛啊，阿姊讲你有心啊，真个假啊？有啊无啦？啊，紧讲啊。哎，我唔是跟你撒玫瑰啊，你有心啊？有心啊，真正的啊！哎呦，金鹏的啊！哎呦，你才是有心啊！吼，天公伯啊，多谢你哦！我娘终于有后事啊！金鹏的，多谢你哦！金鹏啊，那是安尼，你有无甲我讲？有啊，让我甲你讲啊，是你家己无心情听。啊，啥时阵甲我讲的？啊，你就逐项拢在看不见，看家己心。我讲你哪会听得入去？是的啦，金鹏，你莫生气吼，阿弟有心哦，我真正足欢喜的啦。哇！赞赞赞赞赞赞赞！哎呀哎呀，恭喜恭喜！你真搞啊，念你要做老板了吼。爷，那你讲哦，金鹏啊，今嘛是有心的啦。阿弟做人帅吼，就较体贴、较照顾。啊，搁有一项，阿姐跟你讲。嘿吼，政策吼，看看看嘛紧，唔好定来看啊入神啦。人无有心吼，爱好啊照顾。对啦对啦，阿英，你以后吼要做一个好医生，爱看一挂有关医学的册，吼、哦。阿伯经，卖看，我知啦。医太好，我找着出路，对感情有觉悟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错。就用啊，替咱的囡仔好一个名。阿公对查某的查某的，喜欢弄好名。你那还是刁滴啦，你不要查某好一个，查某好一个，安尼两个拢有啊。啊，对啦，我买一尾鱼，你想要食脆还是红烧的？我看红烧好啊，你稍等下。小夏。无啦，我想可能是猫啊，猫要偷吃鱼啦。馒头，谢谢。阿秋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有缘拜名师，无缘难相逢。姑娘，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吧。胖师兄，我们有好东西可以招待客人。请他吃馒头也是一样的。万一他嫌馒头不好吃，生我们的气，请我们吃毒药，那怎么办？英王高牛，你今天哩到早就要来，恁真有命呢！这么多药啊，恁竟然没代志。胖师兄，你看他好坏哦，到现在还不死心，还想请我们吃毒药。小鸡中 OK 哦，干脆交代一假馒头。生生化化假身体，改头换面不知天。贪嗔痴爱迷真性，生来死去苦无边。嗯，你问姑娘，你有听到无？我胖师兄跟你讲，
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阿弥陀佛，胖师兄，你说的话他根本就听不进去嘛。阿弥陀佛。奇怪，是这款都没不对啊。明明是这么强的刀，不得回想含一心，那拢无要紧。但阿姊嘛无代志，伊是有心的人呢，那唔惊毒药。奇怪，这我得想无啊。小刚，谢谢你，小刚。小刚，真的是你，我以为我拢看袂着你啊！阿怎？你病到遐重还是无？阿哥，你阿哥，你是怎去倒位？这个工我拢找你找无，你搁留一张血书，写遐话，你到底是啥物意思？你莫惊我好不？小刚，你走。今晚多少？今晚起来了不走，你们这样问我，我今日肯定做不到。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是你的婆，我不惊什么团练。今晚唔通，都是做当的，团练就是会死人的。团练就团练，我们还没做回事。小哥，你出去，你出去，你好。你若真是咧爱我，你就予我死着个安心。听我的话，好啊，照顾你家己。小刚，小刚，布袋赛啊！哎、欸，你嘛较站扎嘞！啊，新车年头这边都还袂开车，啊，就来这里路。哎、欸，生意唔是安尼平的啦。阿弥陀佛！哎呦，拜托的，啊，恁要看人嘛，看时阵，啊，恁摆这个团体场面对不？啊，我给恁话少，我歹势，啊，话多我袂瘾啊。布袋赛，这是阮上大的生意。啊，你要起咩事哦？希望你会当顺利，较早动工的。哈、啊，对啦，对啦。恁咪的事若起好吼，三不五时我买单带阮水某来遐拜拜烧香啊！感谢施主，平静今仔毋是要来化缘的。啊，你毋是来化缘？嗯，啊，透早来创啥？恁应该知影我的来意。
哦，我知呀啦，你要来接阮阿英去做回乡长，那阮小弟都无想要出家，报地灾，你嘛真出名呢，啊，一日敢唔安尼来出招，你敢袂死心哈？阿弥陀佛，伊顶世人应该修，但是修无圆满，所以这世人爱阁继续修。嗯，啊，他顶世人是顶世人的代志。啊！咱这世人都不爱出家做和尚，啊！你敢那面线糊啊！你有够如痴啊！不是如痴啊，是伊有佛缘。哎呦，什么佛缘？师父啊，这拢你咧讲的啦，我们来知我有缘啊无缘吼。有，哎，啊！万一这世人若阁修无圆满，啊，到下世人都阁修来斗。无唔对，应该修到圆满为止。啊，无咱参详者啦，吼、哦！这世人互我来用小欠的，下世人做一个修，啊，你想请款？阿弥陀佛。嘿，啊你真是哦，迷死迷乱嘞！啊人都唔，啊你强嘞！我是看你出家人嘞，啊若无，我扫帚头早就甲你吼出去啊！阿弥陀佛。哎呦，啊恁两个拄啊唔是咧爱八道妖妖，八道妖妖。八道妖妖，八道妖。啊好，卖妖卖妖。嘿嘿，水宝，今天后壁加两只鸡腿给伊去。四岁囡仔食什么菜？哎呦，恁个哦，唔生汤营养不良哦。阿姨出去带你去。来，接哦。阿弥陀，罪过罪过。哎呦，什么罪过？骗遐济，啊！才食一只鸡腿，有什么罪过？啊，无这世人想不到，我阁叫下世人来收来补嘛。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嘞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啦！佛佛佛，阿弥陀佛啦！佛佛佛。十七八岁未出家，就着少年家，无缘多谢天大福，谢个人多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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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开世间尘缘，犹如梦幻泡影，一切是空，空即一切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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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你唱得好听啊！无啦，我对你加点啊猛笑的啦，知道去啊？你这步走牛哦，好，你用笑我改变哦，你坐袂住，我就走啊，你对不对？师傅啊，啊，拄啊不得使，是过来化缘心啊，透早透夜，我店都还袂开，就来得咯，真无站站啊，别位唔去，定来要找我啦，啊，袂输我顶世人欠伊的哩。啊，人来化缘，咱就凊彩随表示一下就好啊嘛，先做唱歌更乱。哎呀妈，这你都唔知影。哎呀，枝头家一捆头给伊五岁呢，这一个五两，五岁拄啊二五两嘛，安尼伊也嫌无够，我就出去走，无想要挃偌济嘛。我丢啊！哎呀，伊唔是要爱钱啦，伊主要是要挃阿英啊你啊。你甲我点点，你无讲话，人袂讲你下狗。伊太乎我找着出路，对感情有结果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错误。哎呦，你别叫他了！哎，怎了？哎，怎了？哎呦，我看你这面啊，臭臭！哎，你踢到对方上！哎，我知，我看你一边来哦，你一定是去动人肠、去化缘，人不爱和你这么袂爽，对不对？哎，怎了？哎，我为都讲也袂爽，你那是较急啦！我跟你讲，阿英是无可能去出家啦，要你免相信讲要求最大地啦！哎，后面懂？哎，哦，我从正经跟你定头定地呀！哎呦，哎呦，那农夫最困难了。先呢，
你安尼对待人，风度够歹哦。你怎么讲风度歹？伊才风度歹咧。哎，常常要怪阮阿英啊去出家，那个出家不出家是宰人的本意。我讲啊，你敢对哟？你嘛袂安尼怪布地师啊，阿英他是受过的。哎，我唔相信，那阮阿英都娶某啊，什么有福缘无福缘哦？我跟你讲啦，这个正月十四，阿英若拖会过哦，你就袂出家啊。金毛啊，安少杰，阿爹，好啊。阿哥你来啊，请坐。阿爹，饮茶啦。金毛啊，嗯，阿爹问你一下，昨我家里讲叫你骗阿英，你有心？阿你有甲讲？有啦，我昨等伊都还袂开嘴，因大家都问我讲，我是不是有心啊？阿爹啊，原来大家想法拢甲你同款呢。相信你啊！啊，安静路，安静路，啊，阿英，听你讲是啥话？伊听了当然嘛是真欢喜，不答应阮师傅讲，以后要改看佛经，要加研究医术，去看一寡药册。伊讲，伊要做一个好医生，好好照顾阮母仔。那阿英，无你看伊佛经哦。嗯。原来变遐紧啊！敢讲阿肥即摆讲的无准？到底回想是讲啥？阿肥讲得足肯定的啦，讲阿英也过会出家啦。阿英会出家？不对，时间是一个月十四，五时进前，所以啊，大家啊，需要尽量甲阻挡，莫有阿英伫这个事情有机会出门，若拖过去事情啦，安尼一切就无代志啊。七月十四，你今仔日唔才三天尔呢？对。布地回想讲的话，我要信。阿爹，阿爹是要安怎呢？既然阿爹，大家得爱尽力，无论如何一定爱拖过这三日后的午时。很早行，免烦恼了。阿爹有替阿英算过命，伊唔是要出吉祥。伊有吉民天相，三日后五时那过，你就安啦。希望是安尼。阿姨嘛，我坦白跟你讲啦，拄仔那布袋师吼，都是要过来跟你出招啦。出招？是啥意思啊？阿叔也唔知影，要过来招你做和尚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先生，阿你遐紧行，有啥物代志哦？我要来找伊啦。嗯，小师傅，请坐。阿你来找我，啥物代志是吗？我今仔日了，突然刚要来讲一个消息。哦，是啥物人的消息？你的消息。我，我是安怎？你后摆跟我相像，剃头出家做和尚。这我知啦，布袋师嘛是安尼跟我讲啊。本来吼、哦、想是有在想啦，也不过即马已经无可能啦。是安怎？因为阮某金凤已经有心啦，刷落去咧，我的责任会愈来愈重啊。为着我的某囝，我哪有可能放下伊一个人去出家吃菜？你知无？有真侪人拢真关心你呢，除了你的亲人以外，甚至上袂放心你的前途，伊把你当作伊的亲家婿呢。万一哦，你若真正出家，甚至一定比别人更加伤心。怕失望，我嘛是真关心你呢。啊，若无，我今仔日哦，就袂来才跟你讲遮多啊啦。希望你哦，莫关心别人失望。不知啦，我另外阁想要出街。安尼就好。哎呀，我拄则听你甲细汉大你讲遐话吼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啦。其实我嘛无讲一定要出家啊，先做大家拢为我代志咧烦恼啊。哦，阿英啊，
啊，吃了遐尼个甜头啊？是哦，就是顶顿金凤带来所在啦。安尼哦，嘿嘿，莫怪讲你有什么含慢，哦。你是你看啥？天顶有一阵在落雨，你有看下无？无啊，哪会有啦？有啦，再详细看。嗯，伫遐。无啊，哪会有？哦，我知啊啦。啊，算唔知讲你想要出家，啊，将我骗讲，弥勒佛显神，我咧看骗着。我无骗你啦，弥勒佛就真正清清楚楚在遐，你无看呀？搞笑诶！啊，你甲我骗个遐济？就怕记者有差的名，就叫阮袂晓。爱谁听啥？我伫听恁囝的祷歌。想不到，我呢就要做阿爹。你哦，都爱较认真读册。咱有囡仔了后哦，厝内底用钱，都跟咱用水同款。你若先认真赚，囡仔会逐工找你靠巴肚呀。你是安怎啊？你有心事的款吗？听我讲，拉去玩游的时阵，我看到彼个菩萨，你天顶显像，就奇怪。敢若我看有，我不妨来看，伊拢看无。我伫想讲，是毋是真正我甲户口的命中注定爱出家啊？你不是出家，啊！我的囡仔是要安怎？囡仔一出生就无老爸，是真可怜的呢。你敢忍心放阮的路？你别烦恼啦，我正在讲钱呢。离开你是我一生的错误。好欢喜是你两个过来，师父有话要跟您讲。阿弥陀佛。过三天以后，阿英就要皈依佛门。这两天哦，你动来动外拢爱摒扫身体，好接引阿英剃度出家。嗯，恁阿英皈依佛门，恁应该欢喜啊！以后伊就会照顾你，恁就袂四处爬爬走。无。什么无啊？继续摒扫。是。叫伊听国家歌啦！啊，哎，那你倒是敢当来遮啦？你查甫的心挂到了，你坐要怎么样？我想要请教伊，我到底有福缘无？好啦，我查你一句。哎，年轻人，年轻人，我是干那要请教你一简单的代志，让你轻松了。文阿英是不是真是有福缘啊？男女下凡苦不尽，多数为人造恶因，家乡极乐不知返，
永在苦海难翻身。哎呦，阿伯啊，你这么是念什么四不连啊嘞？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啦？阿爹啊，我已经了解。阿弥陀佛，多谢师父开心。哎，你老，你到得来哟、哦！我等你等真久啊嘞。你又过来要创啥？我想你啊。阿老的，你也是死心啦！他哪敢来找我遐尔济？有啥偏偏要介意我？你老啊，别问我是安怎啦，我就是介意你啊。你凭什么介意我？你有对你当配我来去？我知影我甲你无处配啦。我无阿英的缘投，嘛无长家遐尔好约，但不过我是真心爱你的啊！我看到你就讨厌，你们喊你阿爸爸好不好？我都要你欢喜啊！我知影你心情无好，所以我特别来安慰你啊！我无需要你的安慰，我无需要你的同情，我拜托你，你离开好不好？金龙，我唔敢离开你，我在这陪你好唔好？谁啊？你陪我？我看到你的气色，我就生气啦！你敢唔紧走？我唔走。我要在这陪你。你真是不走？我不走。你不怕我是妖精，会给你寄这二百？我不怕，我要爱你爱到死啊！哎呀，你搁再讲一遍。你跟我拍，我也是要爱你啊！你讲话算话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已经说出驷马难追啊！你袂后悔？我为着你，死我都唔惊，你哪会后悔啦？好，为着要证明你爱我，这罐毒药，你甲啉落。你根本就无爱我，你骗我！银行啊，银行啊，我爱你。我没骗你啦，我忍让你看。好啦，你是要创啥？你没想要我哟？我爱银行啊！你是天下间第一戆的人，银行，你害的人可无够多吗？看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忍心对伊下毒手？你安尼敢是人？我本家就不是人，我是姚家。好啦，已经起手，咱来走。我要到这陪啦，陪啊，我来走啦。阿六啊，你从金龙放学袂去的啦。想袂到金龙，家里要绝情啦。伊即摆已经变甲无情无义啊，你为伊伤心，唔值啦，伊唔值你的爱啦。你哪会晓讲金龙的啦？你一点仔都无了解伊嘛？就是因为你甲阿英无关心伊，伊今日来变成咧，伊足可怜的咧。阿六，你对金龙的痴情，实在是令我感动。也毋过伊即摆并无想要接受你的感情，我想可能是你的恩怨还未够，再让有一天，伊会让你感动，伊会接受你啊。好啊啦，哎，好听话哦，我听真多啊啦。伊太予我找着出路，对感情有感悟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折磨。你一个人在这兒，阿老哥嘞？这中道饭好锅巴，飘着无看人，去倒我嘛唔知。唉，啊，这个吼，一日干伫个消磨，啊，今晚嘛唔知吼，消去倒去啊。啊！你是咧靠啥？靠我是真爱牛嘞！啊，对，伊无爱插我啦！啊，你是可以倒着倒一个，倒一个无爱你啦！啊，对啊！啊，你讲对对，啊，无讲啥，我哪知？啊，对，啊，对，今晚晚上买已经落啊啦！啊，啊，你还搁咧
孝敬迄个无情无义狐狸精，我两阿母会害到玻璃刀安尼。那这个吼你袂用爱，爱看破知无？我唔爱看破，我把心中的，我其实人就是要娶伊啦。要娶伊，好，要娶你去娶，无我嘛甲伊传咯。我甲你讲哦，袂用爱出你门哦，拢甲赶出去。哎呦啊，水某的啊，啊那个头壳都一条筋烫北来，这爱情的代志吼，咱卖共插。好啦，要拔四中哦，就让你去拔。啊，以后哦，若做落汉卡哦，就莫怪我这头家娘无良，无要娶某给你哦。免啦，我家己我都能娶啦。人家嘛讲实话，一定爱我的啦。爱爱得真久的啦。金毛啊，你对我讲讲话真实的吼，你实话会爱我对不对？你对银行这么痴情，我相信一定让你感动。金叔啊，你有听的吼？我绝对来做老板卡啦。好啦，你若一定要传吼，无本家己传啦。金凤啊，那拄好，我准备安台药要给恁呢。金凤啊，这药啊吼，袂讲真苦啦，趁少金啉。我有话要跟你讲，等下啉吼。哦。我知影你有心是假，知影这啉多。阿姊，你是安排药呢？啊，我有心，我啉多阿好。是吼，我要阿英去创维修，才会骗讲你有心。啊，那遐多，你有哪会晓骗伊讲你有心？啊，就阮阿爹甲我教。唔讲你若烦恼呢，迄你即摆有法度过，啊，过几个月吼，我倒倒爱带起来。啊，若阁变变，唔得咯。迄是以后的代志，阮阿爹甲我讲，三天以后的午时，阿英就要出嫁啊。啊，真是嘞。嗯，所以我会先拖过这三天再阁讲啊。阿英，有啊，你来啊！袂讲真苦嘛？点嘛？有什么代志啊？哎呀，哪讲哦？我就是那件事，算讲三天以后，阮阿爷都要出家做和尚啦。但是有影有影，三天后都要做和尚。有影啦，紧来紧来想办法。阮阿爷哦，那真是要做和尚哦，我听讲都无人通传药师啊，紧给我想办法啦。胖子兄，你怎么都不说话？阿肥啊，啊到底是有解啊无解？你嘛开一个金口，讲一个金言呢？阿肥啊，我求你一下啦，阿英千万都袂用去出嫁你啦。伊若有影写是讲是回寿命哦，希望阿肥你也是我改一个命的啦。我无希望伊大富大贵，我是干那希望伊跟阮查某囝安尼恩恩爱爱一世人啊。胖子兄，真的求你这久啊？你妈妈要按刀，师傅啊，师傅啊，我求你啦，师傅啊，你求我要创啥？你的法力遐尼高强，我两阿母较早定来冤家，你把我变做查某，把阮师母变做查甫，让阮会当互相了解对方的感觉，甲对方的辛苦。是啦，阮两阿母今麦遮尔那恩爱，拢嘛是师傅你的功劳。阮阿英讲伊要去做和尚，我来求师傅。你用你的法力，卖我阿英去做和尚，让阮听到有一个人通传音来。阿肥啊，你有看到无啦？阿英一家伙拢甲你跪的咧，包括我在啦，我安怎甲你跪的啦？我都讲过，靠人不如靠家己啊。嗯，哎，你唔咧跋跋倒，我若唔是像你有法力啦，是要安怎靠家己啦？阿弥陀佛，你还是爱靠家己。那好啦，靠家己就靠家己啦。这件事情我不会再拜托你，我回来自己想办法。我如果没法救阿英，我从今以后不要做福州仙。